Hello everyone, this is Michael from Computex. Today we are very happy to visit Nangang Exhibition Hall for Semicon Taiwan 2022. And as we know, many Computex exhibitors actually will demonstrate their latest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at the event. So let's take a look at what will they have this year. And now, currently we are standing at the booth of ATEN International. And today we are very happy to have Mr. Eddie Chang, the engineer of Atech Peripheral, the branch of ATEN, to share his latest insight with us. 大家好，我们是 ATEN 鸿正自动科技，为全球制造业及物联网方案解决领导厂商。我们有发展说专注于在产品的运用以及软体的管理解决方案，包括智慧制造、人工智慧以及智慧自动化这些方案啊，都可以运用在像物联网啊、云端应用以及高科技制程。 本次展览我们会以自动化工厂为主题，如现场所看到的，我们会介绍如何协助高科技工厂啊做数位化的转型以及提高它的产能。我们协助国内国外啊解决 RCN 产品以及 OCR 也有十几年的解决方案。透过产业的连结以及客户的回馈，今年我们在制造业方案提供了一个新的 RCN 产品，特别推出了 RCN DVI-00BT 这款产品。 它同时可以有一些特色，像它可以整合三色灯，它可以整合 push button 以及 RFID 的功能，在不影响机台的权限控制底下，我们可以让厂房的 OP 或是控制室的工程师，以最安全的方式，从办公室或是暂行室的方式，远端连线进行操作，去控制像无尘室机台的状况，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完成排除它的问题状况。 今天要来介绍这一款ATEN的产品，那型号是 SN3401P， 它是用来收集机台的一个数据，同时也是制造业数位化要转型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拥有数据啊，你呢才能进行资料的分析、改善，进而去提升一些它的产能效益。那我们这款 SN3401P， 它有支援 RS32、RS48/2及RS485的通讯协定，它是一个安全串接的序列设备。那它的用途可以用在像工具机设备、像 sensor 感应器以及 switch。经过这样的序列串接，你可以达到赋予你的设备有到网络连线的功能，传送身材的数据到电脑端，进而你可以达到收集的目的，也能确保说传送资料的时候是安全的传输。 刚刚有介绍到 ATEN 远端 RCN 解决方案，也具备了 API 的功能，所以可以再搭配 ATEN OCR 光学自源辨识的方案，透过软体来判断机台的文字、数字、颜色、图形，进而可以让它自动的乱货、除错，去减少说一些重复性的动作，让机台可以正常去运作，去提高它的产能。因此 ATEN RCN 结合 OCR 的软硬体技术，可以让高科技厂房成功导入 RPA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